每次都是我先来，这次你先来吧。希望大家能就是喜欢的话投一投。我觉得对，也可以支持一下静姐跟后面的乐队老师们，大家都很辛苦，你们也很辛苦，所以玩起来就好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其实排练时候有一些状况，然后飞跟我说他好像是有的人是就是人多恐惧症，他说他是人少恐惧症，不知道你今天看到这么多观众什么心情？就很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多给他一点鼓励吧。反正这首歌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个舞台，但是我觉得在舞台上不留遗憾就是最完美的事情。我很开心我选择了 FEELEVEN， 也很开心 FEELEVEN 选择了我，然后大家开心就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投票的时刻了，摁一来点 OK， 各位我们六十秒计时开始。谁不想要高票数？如果是能够得到更多票数，我也会很开心。这个舞台我就是想得到观众的认可，能就是让我继续走下去。接下来呢，跟我们的说唱推荐官我们来分享一下。我觉得 FEELEVEN 这次可能唱得更稳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在 flow 上没有之前好，但是这个我觉得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。整的来说，这首歌现场氛围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这个曲风朋克嘛，大家一下子可能就能感受到那种燥的感觉。我觉得可能朱老师之前做的比较实验，然后这次想换一个路线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，这是我看过的 FEELEVEN 最好的一个现场。耶、yeah ，谢谢谢谢聪哥。对，我很同意聪别的说法，因为之前朱老师和 FEELEVEN 不太考虑现场一定要燥起来或者怎么样，但是这一次加上乐队，其实真的就很照顾现场的感觉，让我们能看得到，其实就在一种很收的情况下，但是全场都跳起来了，我觉得给今天开了一个很好的头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？谢帝来到了长沙，就入乡随俗，开始啊，聪别聪别叫得很热情，很亲热。不是，他平时都这样叫的嘛，是吧？在长，你在长沙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？谢别？不对，叫弟别。弟别，哦，弟别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得来抽箱子了啊。我们今天有三个金色的球，两个银色的球。哎呦，朱老师就穿了个金球来的。对，我真是特想抽一个金球。金球，金球，金球，金球。耶！我们请看大屏幕。330号有吧？反正要上300，我觉得。对对对。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我们第。谢谢大家。哇，我中了300，真的。怎么样啊？你好呀。现在可以放松的看表演了。对啊，多好！你看又抽了第一，对，又抽了个金球。辛苦了姐。朱老师这一把有点厉害啊。是。谢谢。真好听。谢谢。哎，谢谢哥。超级好听。谢。喜欢，加油。加油。石头终于放下了，姐。是吗？你早该放下了。哎，弟别顶过。respect。哎，真是，你说喊谢别就有点怪。有点怪。那你说何总叫蛋别还是壳别？壳别是。别不？蛋别有点搞笑不？
法老老别，老别，老别，我欧记啊，老别，老别在这边是欧记的意思，这个别好老别的，老别。假如今天问他你做个好成熟的事情，哎呦我弟别，你今天好老别的，我还是好老别的。